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接下来玩的是 FB 国际版啦 ，FB 国际版跟 Chrono Cross 合作啦。这个 Chrono Cross 呢，其实算是蛮旧的一款游戏啦。它 PlayStation 还是 Nintendo 基本上都有这款游戏啦。那第一个实抽，怎么有点卡？那我个人是比较想要两个，就是男主跟女主了，然后还有一个，其实我这款游戏我没有玩过，所以我也不大清楚了。哦，有了红色哎，哦两颗哎，哦中了主角，这个叫摩塞尔吉，塞尔吉吗？还有一个哎，哇这次还蛮偶尔。还是这个生成会出的，应该不是生成会出。哇，女主角也中了欸。一般来说，这也太偶了吧！第一个石头就中了欸，两只男主跟女主，这样剩下那个，其实我不懂是什么来的，机器人嘛。第二个石头。这一次呢，大概可以抽一个40抽了，就是四个 step 啦。那看能不能再中那个，就是最后一只那个很像机器人的吗？还是魔法师的？好像是哪是一个镰刀是吗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，因为我也没有玩那款游戏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第二个石头 boss 了，天哪！第一个石头太欧了，到第二个石头感觉有点怪怪的。第三个石头，其实国际版我已经很久没有就是登录了，是最近玩回日版之后，突然想起我的国际版，我又回来了。哦，又两个哎，哦，这次还蛮欧哎，虽然这个是必中11颗彩货红了，欸，又是男主欸，结果我没有中他的卡片，但是国际版有一个好处就是觉醒1就有卡片啦，但是有些还是要到觉醒3啦。哇，两个男主，哇哇，最后一个一直抽不到欸，反而一直抽到男主了，算啦，第四个石抽也是最后一个石抽了。那其实基本上中男主跟女主我已经是不打算继续抽了，可是看一下还缺一只，反正还有钻石就继续抽了，有没有机会最后石抽海底捞月 No 第一颗啊啊，原来还会中其他 MV 的，我第一次中其他 MV， 我有点惊讶。再睡，哦，有诶，再睡，哦，有一颗红色，有吗？啊哈，结果，结果又是女主角。哇，我这次还蛮偶的诶，三个男主跟两个女主，主要是最后那个拿镰刀的我没有抽到，那个应该是坏的吧，就是这款游戏的反派。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跟分享哦。对 ，B 站的话点个3连关注我，我是阿伦，下一位明天见哦，拜拜，拜拜。